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百分百乳糖配方的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幸福生活京东相伴，本节目由爱我所选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尊享 Plus 版。妈没来，妮妮在哪里呀？天要黑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办婚礼了，当它真正来临的时候呢，我还蛮紧张的，也很担心，怕有失误，不能给另一个完美的婚礼。摆在这边的，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放摆照片。你要跟他们说，就是不要放东西，因为我们这边要拍 group picture， 我们家庭照，所以这个要移走，移到旁边吧。这边是有放那个那张纸的，对不对？那个 menu 是吗？对，那个 menu， 所以我们的这个可以摆在旁边。你还要做花筒，爸爸会给你一个 basket， 会有花，然后你就慢慢的，你学爸爸，来，姐姐在这边。你在这边，然后你慢慢一步丢花，一步丢花，一步丢花，哎，小小步的，小小步的 ，OK。然后要把这边全部都放很多花 ，OK。你不要一次丢多多哦，一次丢多多到最后没有花了 ，OK。今天是什么日子 ？Wedding day。哎，厉害。哇，终于做好了，谢谢。哎 ，V， 好了吗？好了，好了。哇，真好看，真好看。今天看你这么漂亮。我已经准备了点心，我们下去喝茶。哦，好啊。哇，有点心哦。对，来。你怎么样？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哦，好紧张哦。是吗？对。你期待吗？太期待了。妈妈，爸爸说，我给你的。你来了哦。我要回家。这个爸爸给妈妈的哦。什么东西 ？My most beautiful princess, please meet me at our house backyard 5 p.m. See you。快五点了。快了。对呀，赶快了。好，去准备一下吧。来，妈妈跟你化妆，换衣服哦。幸福生活京东相伴，本节目由爱我所选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还没来，怎么还没来？还没来，怎么还没来？我在那边等他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突然间加速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把你的故事融入到婚纱里面，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觉得我这个想法可能会打动到他。我现在流眼泪看到云朵，看到阿珍在那边流眼泪，我都吓到了。其实我流泪呢，是那么婚纱，看到他有用到我们挂的东西，然后他把它放到婚纱贴上去。好，来。漂亮吗？哇哦！你喜欢吗？太喜欢了，太用心了。还有一个让你觉得我更用心的，你准备好要进去了吗？准备好了。对对。我好紧张哦。来，来。哇哦。这边是我们的博物馆，有了这个博物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前我们的一些很珍贵的物品啊。我想要让他去回顾从第一天认识，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走过的旅程。你自己写的耶？全部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全部东西我布置要放什么东西找好久。你太辛苦了。不会。然后呢，前面的这一区呢，是我们童年的时候。哇哦！我们应该是在同一样的医院，相差几个小时而已。几个小时而已。对。我一路以来以为是一天，但是没有想到是几个小时而已。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然后我跟你说，我们一定是在同一个房间。我就在那边跟你。Hi, baby girl. I think I will marry you one day.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有缘分了，嗯、对不对、嗯？然后呢，有一年我看你的相册是在10月10号庆祝生日，然后我就去找我的相册，嗯、然后我们是同一天庆祝生日。啊、还有，我们小时候一起在沙滩。怎么那么巧合啊？对，有很多很巧合的东西。从以前这种缘分，然后到了现在结婚，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觉得是蛮特别的。然后我们来带你去下一区。还有看到什么东西吗？诶Magic！ 看到我了。对对对对。你知道我今天来这里干什么吗？我是要重婚，你们当时认识的时候。哎，谁来呀、啊？哎，谁来呀、啊？来啦，来啦！快过来啦！快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我的表妹。你带谁来啊？阿尊。阿尊。Hello， 你好。见到他第一眼，我已经对他有感觉了，就觉得他蛮可爱的，蛮帅的。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要见他的时候。是我刻意要去见他的嘛？那时候就说要去租碟，他叫我去找个借口，嗯，把你带到，把他带到你家过去。然后他就假装在那边选着吗？对对对对。我们第一次一起看电影是《Cliffhanger》，嗯，就是史泰龙的。然后以前的碟就是这么大的，比我的脸还大。
非常感谢我们的媒人介绍我们认识。对对，那我也祝福你们爱情永远美满。好，来，好，你们继续来 ，OK， 继续。Twinkle little stars, you are the brightest star in my sky. 哇！啊，你是我的天空最闪亮的一颗星。谢谢。对，你记得吗？这个。哦。你折给我的。我看到这个星星的时候，真的是吓到我了。这个礼物是我们交往头一年是我送给他的，保留到今天，很开心，没有弄丢。我今天也折了一颗星星，就在外面的天空里。然后呢，我会去摘给你，请你打开。打开？对，慢慢的开，慢慢的开。你还记得怎么折星星吗？还记得啊。你还记得啊？我教你的啊。对。哦，我爱你，这个我们常常每天都说的。对，就是 I love you, I want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 对，对不对？几乎每个晚上睡觉一定会说，一定会说的。有时候我们还会说的很快， I love you,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miss you。对对对，那个是 shortcut。对对对对对， shortcut。你喜欢吗？太喜欢了。嗯，还有哎。先不开眼睛，关眼睛，闭眼睛，不要开，不能开啊，不能开啊，不能开啊。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但我就想到了这个香水，它的味道呢，我永远都会记住的，是他还没有飞澳洲之前送给我的香水，算是我送给他的第一次的情人节礼物。那香水的名字也是叫真爱 True Love。 诶， 你可以买得到吗？我有办法买到啊。对，这个我要给他存起来。这个是我们旧的，你看颜色都，你自己拿两个 来比一下，是不是差别很大？他在品牌的柜台都没有卖了，我和奈奈呢在澳洲找了一天，终于呢在一家中古店买到的。这个新的一瓶呢，就相隔了24年，我们的感情也跟香水一样，都没有变，对不对？来。喂喂。哦，这个应该是你在新加坡，然后就打给我，然后就在里面一直哭。所以你每次在家里，你会期待电话响吗？那时候很期待啊。你会期待电话响？会会，我还记得电话响的时候，哎，电话响了。Hello， 你还记得1996年吗？非常感恩生命里有你。
1996年的我做得太棒了，你还不过来给你老公一个 kiss。觉得缘分这东西真的很奇妙，假如我们第一天没有认识到，那这些东西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还好我那时候有去认识他，然后很珍惜这样子的一直走下来。这边哇、wow, Jordan、欸、你的房间哦。我在澳洲的时候他没有在那边陪伴着我，所以我把澳洲的那个很简单的一个房间把它设计出来，让他知道说我以前在那边是怎么样生活的。哇、wow, 以前也是这样哦，你的房间。我给你看我以前的房间的照片。哦、oh. 你看我旁边有几个 tissue。 哦、oh. 面子，然后你的照片，一个闹钟、然后一个音响跟 CD、然后就是你给我的这个毛巾，你看以前它的粉红色是很粉红色，你看现在变成24年了，这个毛巾 ，Oh my goodness， 脱色了。对，读书跑回来，吃完晚饭，回到房间呢，就是会放我们两个人一起听的歌啊。床上就是有他送我的那个毛巾拿来做被毯。旁边有 一盒纸和面纸，就是哭，对，然后听那个歌，然后可能就打电话。我觉得几乎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过。啊？还记得这吗？那时候我们的 diary， 他以前写的东西，哇，密密麻麻。1996年，然后我26号开始写的。我想跟你分享我的全部的秘密。我们的纪念日2月1号，我们去那个水晶公园 Jurong Park， 那个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然后我还说我在那边很想牵你的手，可是我不敢牵。对。然后我们是2月7号带你去海边，然后牵你的手。然后你知道我们是几号 kiss 吗？2月10号。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看 I went to the chair， 然后 which she sit on and hug her， 那是第一次我从后面抱你，然后你转过来，然后就好了。我们相处24年了，那我在想我们可以做到这么多东西，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珍惜对方，这是其中一个。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 love， 因为爱。因为有爱，在一起的家庭照啊，带他们去旅游啊，太多太多回忆了。你还送给我两个 bonus 的礼物，两个 bonus 的礼物，对啊！我要一个花园。然后爸爸想问你们啊，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爸爸爱妈妈的第几天？100多。100多，哪有这么少？什么？100多。100多。
十百是什么？十百是一千。爸爸跟妈妈在一起已经几天了？ 5,000 plus 五千多。我跟你说答案 OK， 然后你跟妈妈说 OK。 3875。 那大声说，大大声说，8870。哇哦，听到这个数目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每次说20年20几年，没有想到哇，原来是8000多天。看了博物馆呢，那个回忆就回来了。他那么用心做这个博物馆，花了蛮多时间的，我很感动，很珍惜这个感情。我觉得这个惊喜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我觉得我们会更加的珍惜彼此，然后这样子好好的走下去。晚安。OK， 搞定。耶、yeah. 爸爸，现在我要带你们出去。 OK， 来，好，让我们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两位新人登场。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给新人对各位家人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谢谢你们的到来。怎么样？现在你们两个人的心情紧张吗？丽莹，非常紧张，然后在发抖。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我没有想到会弄成这样完整的，然后全部的回忆都回来了。今天看到大家在这边，其实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大家可以来分享我们的喜悦，特别好。今天我们也有请到几位可爱的嘉宾上来，跟你们说几句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对。零八零八，吴爸爸请上台。今天呢，我们期待很久的结婚仪式，内心感到非常非常的欣慰，所以说我们祝一对新人白头偕老，恩恩爱爱，创造他们的新生活。谢谢爸爸。谢谢。给我祝福你，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也是这句话，也是这句话最重要，最简单的，可是最重要的， okay. 对不对？丽莹，今天妈妈很高兴，如果你们可以再生一个，妈妈更高兴。哇，顺其自然好不好？顺其自然，对对对，谢谢爸爸妈妈，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啊，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婚礼上，我们的捏捏和 Max 也有礼物想送给爸爸妈妈，现在欢迎捏捏跟 Max 上台。黄捏捏的蛋糕人 Max 的话，今天我要做一个 wedding cake 给我的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拍了，这个给爸爸跟妈妈。哇，弟弟，你画什么东西？这个是一个树。哦，爸爸 and 妈咪 love forever。哇哦，这个是我做的蛋糕。哇，谢谢。那我们来切蛋糕好不好？好，来来，耶、yeah! ！你看，像奶奶的蛋糕是有贴很多爱心的，一个一个贴上去的。然后 Max 他画的画，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拿来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我要的家庭，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先喂妈妈吃，要不要？要。来。很棒，你们做得很棒，谢谢，好，谢谢那个，谢谢，好，辛苦辛苦你们了，来，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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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因为特殊的情况哦，有一些无助丽营的好朋友们都没办法来到现场，但他们也有托我们送来美好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看一看。VCR 什么事大哥，恭喜吴尊跟丽颖有情人终成眷属，吴先生吴太太你们终于办婚礼了，各位朋友跟我一样都等这个婚礼等了好久了，虽然没有办法在现场，还是要祝福你们永远幸福快乐，白头偕老。曾哥，今天是你和丽颖嫂子举行婚礼的好日子，恭喜恭喜！愿你们年年岁岁都相爱，天地浪漫，白头到老。祝我的好朋友吴尊和他美丽的太太林丽颖共享天伦，生活快乐，一直幸福。永远这么甜甜蜜蜜，永远恩恩爱爱，一直幸福快乐，甜甜蜜蜜的一直在一起吧。在这里呢，祝你们百年好合。携手共度你们幸福美好的人生，希望呢吴尊哥哥和他的妻子能够一直幸福下去，阖家平安健康，幸福久久，永结同心，恭喜恭喜。在这里亲姐祝你们幸福，永远可以开开心心，希望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孩子跟你们都能够幸福健康快乐和美好。尊哥尊嫂姐婚礼晚到会不到，祝你们爱情甜蜜，情绪甜蜜，生活甜蜜，甜蜜家庭甜蜜，岁月甜蜜哦。谢谢尊哥。因为其实在我们的婚礼上，尊哥呢是我们的证婚人，然后希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在视频的背后默默地做尊哥和嫂子的证婚人，希望你们带着你们的宝贝然后永远幸福下去。对，吴尊哥、丽颖姐，祝你们新婚快乐，年年岁岁都相爱，天天浪漫，白头到老，圆满成功，永远幸福。祝尊哥尊嫂甜甜蜜蜜，百年好合。祝尊哥尊嫂甜甜蜜蜜，百年好合，是你们让我又相信爱情了。初恋夫妇一定要永远幸福哦！祝你们新婚快乐，能相依相伴，甜甜蜜蜜。祝尊哥和尊嫂永浴爱河，白头偕老。祝吴尊和尊嫂婚姻幸福，百年好合。真的我也没关系，爱你。首先我很感谢他们的祝福，感谢粉丝的支持。我一直以来都很珍惜他们，所以他们送我的东西我都一直保留着。对，他们给我的正能量，我给他们的正能量，我觉得是互相的。我也祝福他们，就是也希望他们幸福。对。丽颖啊，之前都是阿俊在外面为别人表演，今天给你一个特权，你可以说说看想让阿俊为你做什么表演。第一个就是唱歌。不要吧。唱歌你们想不想听？这个不要逼我。我已经退出江湖很久了。唱一两句就好。
我跟你说，在场的所有的家人都没有听过我唱歌，所以我们今晚很想听啊，是不是？对，唱一两句就好了。OK， 今天大日子，没关系，出丑就出丑。我只对你有感觉，OK， 来第二个，跳舞。心仪看没有？哇，你会跳什么舞？来，爸爸学你，爸爸学你来，来，掌声。OK。一二三四，开始。这个真的让我流汗。那还有一个你更会流汗，什么东西？亲我妈妈啊！啊！我跟你说，你爸爸会不会吃醋先？爸爸会不会吃醋？真的吗？啊、好，那我要谢谢妈妈照顾丽莹，然后把丽莹照顾得很好，都是你的功劳，谢谢。OK， 谢谢爸爸辛苦把我们养大，谢谢。我会好好照顾丽莹的哈，不用担心。满意吗，丽莹？很满意。所以这个是整我的，对不对？我就知道，刚才都满身汗，我真的满身大汗了。我多久没唱歌了？然后没办法，今天。好啦，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女主角丽莹来演奏一曲《Endless Love》。哇，吴尊最爱的，掌声鼓励鼓励一首歌。很久没听她弹这首歌了，所以我在那个过程的时候，我也替她紧张。我的心跳得比他更快。这个歌也是当年我们去他的家的时候他弹给我听的，因为它是一个老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话都会很多回忆，因为他这个歌的意思也很好，他的歌词也很好。他太喜欢这首歌了，所以我觉得对他蛮有回忆的。跟他在一起24年了，你陪我度过的这个20年，真的是对那种非常爱，只有一个人，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一直在很好，是很好，想追求的感觉。然后呢，我跟他讲。对
我愿意。希望下辈子与我们家全部幸福，让我们希望能够爱你。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幸福，觉得很美满。如果妹妹嫁出去呢，也是要这样。我有东西送你哦。你还有东西送我？闭眼睛。闭眼睛。那个感觉好像它属于我的。哇，这个真的很适合我，你知道吗？ OK， 那我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是啊 Superman 飞了。身体健康，很乐的笑脸，哦，有了有了，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大了，啊，你看，哇哦，哇哦。1, 2, 3, 4, 5, 6. 这个婚礼呢，我觉得很美满，还有那个博物馆，还有奈奈跟 Max 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婚礼，我觉得真的是 很完美。我们的回忆真的是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呢，我是永远不会把它丢掉的，一定会好好的收藏。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送给我们最棒的一个结婚礼物，就是拍这个节目。One, two, three, say yeah, OK? One, two, three. 备婚的起点，我们带着各自的夙愿出发。有人为了娶公主，千山万水赶去接受国王的考试，最后才发现试炼不过是宝藏的传承。一代一代放手牵手，爱是千变万化的永恒。有人要弥补遗憾，把爱写圆满，于是亲手搭建了时光博物馆，把走过的每一步以藏品陈列。有人沿着回忆重走来时路，发现最浪漫的是，无论十年再十年，我们会一次次更爱对方。有人要当爸妈了，姻缘落地生根，于是更懂得了自己的父母，也明白如何拥抱对方的家人。当我们从恋人毕业，去探究何为夫妻，才明白交换戒指的人才是撑伞躲雨的人，彼此浪漫告白的人也是一同算账过活的人。婚礼仪式是我们标记在日历上的星星，它会成为当我们面对琐碎日常时提醒美好的闹钟，在人海迎接风浪时你我眺望的灯塔，任时光如何漫长，不忘此刻闪光。愿
每一对夫妻，是亲密的爱人，也是最好的朋友，是爸爸妈妈，也是彼此的小伙伴。不再淋雨，彼此成为彼此的屋檐。不必孤单，彼此成为彼此的陪伴。愿现世粗糙，幸福仍然雅致。愿小小一语，全家欢笑满堂。婚礼短暂落幕，生活精彩续写。婚前21天，真爱不散场。下周二、周三中午12点，锁定芒果 TV《婚前21天》高甜剧场版，等你来看。感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上微博搜索婚前21天话题词，看节目嘉宾甜蜜瞬间。感谢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感谢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感谢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 logo 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独家婚上合作媒体时尚新娘。感谢首席母婴合作社区媒体辣妈帮。感谢 Zucker 一点资讯等新闻客户端。特别感谢亲宝宝 WiFi 万能钥匙、陌陌、有道云笔记。感谢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新华网、中国经验网、北京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象网、红网、大众网对本节目的支持。